你看，有些东西整个汤汁流出来，都是一些黑色的那种污渍。这一间是什么？蚵仔煎。这一间东西流比较多哎。对啊，要不要进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哦，一些流下来的东西。哎，佛经呢？一本，两本，《佛说阿弥陀经》，然后这一个是《佛门必备客送本》。哎，刘医生呢？怎么快？荒废了那么久，还会有声音啊？是里面的声音还是外面啊？就是不知道啊。我们等一下往那边过去看一下。好。奇怪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算营业场所，然后他放这个在诵经的东西，他们上班有空可以念吗？不知道。我是知道有些那种长辈，他们可能有时候他们没有在念，嗯，可是他们觉得说放佛经在一个地方是有辟邪的效果，嗯嗯。叶子，你要不要不要再拿出来跟他们尝试，能不能做到连结，他们沟通看看。请问有人在这里吗？有人在这里吗？有吗？请问有灵界的好兄弟在这里吗？好像有一个讲话声，刚刚是不是说卖吗？有灵界的好兄弟在这里吗？又没有了。嗯，刚才断断续续都有听到人讲话的声音，而且你刚你一问之后，频率就会突然间不一样。对，这个回去我用耳机去听，看看他们有没有回音。哦，从这里。这边，这个位置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好，有一个2001，它的这个日期就是撕到这一天，然后就没有再继续了。你看，就到这一张而已。等于这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最后一天烧。嗯，因为就是。没人了嘛，没有人来才没有去撕它。对啊，它其实这里的那个柜位大小还差蛮多的，你看小的它就这样子一小格而已，那厨房就在后面。它这边规划的其实就是说，反正你比较有钱的，你的那个位置就是比较大。对啊，因为你看它管路都在这边啊，所以你要煮东西什么的，排水的。你看它
这里废弃多久？你看这只扫把，它有办法连这个塑胶的，我都因为时间的关系，整个都这样子。灯都掉下来。这里要小心哦。我感觉它好像，你有发现吗？那个好像电梯的声音又不见了，完全没了。对啊。这里有一间，它是算独立包厢的。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刚才那边看到的是2004吗？我刚刚听到一个这种声音，这种。我们刚才外面看到的那个日历是几年？2001嘛。对。那你看到这里，2004。所以它正确到底是什么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只能用推算的。这边是什么？怎么都被撒红包啊？而且因为那个时间久了，它好像有淋到雨还是什么，就是雨水有渗进来，它那个红包袋都有点皱褶了。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包厢。这边尝试看看。请问有临界的好兄弟在这边吗？刚刚突然停掉。请问有临界的好兄弟可以回应我们吗？有吗？有临界好兄弟可以回应我们吗？有吗？我说，我好像听到一个，有，很小声。怪，突然变一个音调，嘟嘟嘟。对。那他能不能带我们去走？刚才有一些声响的地方，是不是那边有一些？想跟我们沟通的灵体，如果杂讯很多，可是刚才好像在问话的时候，它都有一个突然间起伏很大。因为有时候这种白噪音可能没办法完全听到他们想讲的话。民国前20年，清和月，太阳太阴。救苦真经，太阳太阴真经啊，
如果在这边念，会有什么联动吗？这边是那个观音救苦经，可是他这边怎么会放这个？你看，这好像是那个回向的，对啊，而且还蛮多的。你看，放这样一点，好基本，对啊。哥，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刚才开场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点尝试着用这个就是白噪音的方式，看能不能跟灵体去做一个互动啊、沟通什么的。可是我们在现场就是完全听不到太多的讯息，因为它这个地点其实它是在那个算地下室的地方，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它在对频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对上还是怎样，因为说真的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机器啊，所以并不是很熟悉它的一个运作方式，但是只能说太大声了吧。这边录影一下，正上方有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也没人，好，就我们跟摄影机而已。看到吗？有灵体要跟我们沟通吗？